我不做了。哎呦，这是王爷最喜欢的花瓶。我就是想帮你们嘛。二姑娘，要是您不来，我们早都干完了。哎，你谁呀？啊，我是来做饭的。哈，新来的呀？新馆是有没有教你规矩啊？哦，不是，我是来给我娘做早饭的。哦，原来是二姑娘啊。您稍后啊，早膳马上就好。 不用，那个我娘只吃得惯我做的饭。什么？我说我娘她只吃得惯我做的饭。我的意思是我娘的嘴比较挑，不是我做的她不爱吃。<笑>既然主子的嘴比较挑，那得老夫亲自出马了。您是？ 二姑娘，您要做点什么呀？哦，那个，有冬瓜、白菜和鸡蛋吗？有，我去给您准备。你放着，你放着，我们还吃呢。哎，佩兰，我刚才看见一个摘菜的大娘，好像用的是决明指法，这个武功现在已经在江湖上失传了。哦，我是不是太误你下菜了？不是。这儿的厨师也一般嘛，肯定还没你做好吃。 这就是我做的。没有，我说错了，佩兰。虽然做饭比不过蔡师傅，但干活一定能行。二姑娘早。二姑娘早。哎，别，大家早，这么早你们就开始干活了？哎，刚好我跟你们一起干。哎，二姑娘，二姑娘。啊。 您是觉得我们做的不够好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是我想干。怎么能让主子干活呢？哎呀，我可不是什么主子。哎，二姑娘，啊，没事，等他新馆式来了，我跟他解释，不会连累你们的啊。不是的，二姑娘，这椅子是千年乌木的，必须要用蜜蜡来保养。像您这样用湿漉漉的毛巾擦，全擦坏了。是呀，都擦坏了，新馆式要不高兴的。是啊，那我。 二姑娘，二姑娘，二姑娘，哎，那我擦这个总行了吧？二姑娘，二姑娘，啊，又怎么了？这是南阳来的玛瑙，用抹布擦会破坏它的纹路，必须要用鹿皮擦才可以。是呀，要用鹿皮擦，要不然新馆式要不高兴的。这。
这是王爷最喜欢的花瓶，这下新馆是真的要不高兴了。是啊，新馆是真的要不高兴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二姑娘，这些真的不适合您，交给我们吧。我就是想帮你们嘛。二姑娘，要是您不来，我们早都看完了。顾大哥。你说我对这个家还有什么用吗？这都是我家的衣服，我都洗多长时间了，当然知道怎么洗。 二姑娘，嗯，你洗的好快啊！不仅快，还干净呢。确实确实。走吧，我们去晾衣服。嗯。哎，你就在这晾啊，这不行，这里背阴，你应该去太阳下面。这是紫阳神功哎！啊？什么？ 真的有人可以用内力烘干衣服啊！烘干？用内力烘干的衣服不仅没有褶皱，而且即使你着急穿也不会耽误。最重要的是，用内力烘干的衣服有一股淡淡的阳光香味。二姑娘，你要闻一闻吗？我太没用了！哎，佩兰，哎，我死不算了！你干什么？滚！你干什么？你快滚！